嘿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范敏波。你可以讲讲 ChineseBee 这个活动是怎么个 proceed 法吗？ChineseBee 我们是结合了Spelling Bee 的比赛规则，然后结合了像 NBA 啦、NFL 这些比赛的赛制赛程，我们结合起来就是说做了一个中文认字的比赛。我们会在每个学期的开始，在现在班级内部举行预选赛，等班级内部预选赛结束之后，在学期结束的时候会举行一个总决赛。每一场比赛的规则和 Spelling Bee 一样，认对的同学继续走，认错的同学然后就被淘汰掉，也蛮残酷的，就是为了督促大家去更好的学习中文。那这个比赛最好的这些奖都是什么样的东西啊？哇，像今年我们对班级年级比赛的前三名同学有金银铜牌，而且今年我们特别设置了一个超级终极竞赛，会给大家从2500个汉字里规定20分钟，看谁认的字多。我们一等奖是 iPad， 二等奖是 Candlefire， 三等奖是 iPod， 都是很流行的电子产品。谢谢。要是一个同学想要参加 ChineseBee 的话，他能怎么准备？我们这个专门在这个准备了一个 online 的一个版本，就是所以愿意想参加 ChineseBee 的这个学生，可以到每天可以花一定的时间去练习。他的比赛的形式就在那个 online 的那个练习的版本，和实际比赛的是一样的。这样的话呢，你可以很熟悉他的比赛的形式。如果每天都练习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在最后的决赛里边可以拿到很好的成绩。我们刚才有一个学生非常的出色，20分钟认识了420多个汉字，不得了。真的呀？对呀。没想到。那请问明年会有 ChineseBee 吗？明年应该是我相信应该是会比今年的办得更好，因为今年的 ChineseBee 是第一次举办，就是很多热心的家长给了很好的一些建议和反馈，我相信我们会办得更好。谢谢。